好，全球现场来看到，十一长假期间，大陆海警编队舰艇呢，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到了北极海，跟俄罗斯海警编队舰艇。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到达北冰洋，表明了中国海警具备维护国际航运安全的能力。中国不仅积极履行国际义务，参与全球海洋治理，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。大陆海警从九月开始不断的和俄罗斯舰艇联手，在整个北太平洋地区检查作业船只，还有多方面的合作练习，又在最近一次的联巡第一次进到了北极海的海域，海警人员也在甲板上大声的唱歌，在船上庆祝舰政75周年。而大陆近几年不断的扩张执法区域，又和俄罗斯联手，双方的武装合作已经成熟。而大陆也表示高度注重中俄关系的发展，这也被美国认为是北极战略地区的一个威胁。